我下午刷微博的时候，有人说交代我说一定要摸你的腹肌。你们确定我有腹肌吗？可以的吧，对不对？红红很可爱，他刚刚有稍微缩小腹一下。好紧张哦！哎呦，好了，但你不要。今天大家想要看这个画面的重现吗？我可以重现它吗？不好意思，这里面全部都结婚了，只有你我可以处理。等一下，我忘记。我好像也结婚了哈。对啊，我刚才就想问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那要拍经典画面吗？我们先拍一张那个纪念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先拍一张纪念照片。然后往前，免得忘记 Ella 有来过。哎，对了，那个 Ella 刚才讲的是真的。真的，所以可以亲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讲。我想说，哎呦，你很大方哎。不是，可以吗？你真的很难把它熬到正常的地方去。其实你知道我做你们嘉宾就是那个压力会有一点大，真的，因为我为了来做你们嘉宾，我就做了一些功课，然后我就看到了过去的这些嘉宾，个个都有梗。前两天我还看到 Ella 来，我差点报警，因为你连腹肌都给别人摸了。没办法，因为他是这个健检科的。其实我们五个男生哦，也会偶尔会有那种需要那个心理辅导、心理建设的时候，然后非常感谢就是奶茶一直在我们身边这样，所以表面上好像我们都要帮他写歌，但私底下你没有帮我们心理建设好，我们还真难写歌。但我有个问题，你刚刚一直在讲心理建设，为什么 Ella 可以做那种健检，我只能做心理辅导？好啦，能够继续唱是才是最重要。